身為執法者的信念不應該有動搖，應該是要繼續維持我們那個的責任為一個最大的目標去做。我們是有足夠的人力，很大的信心，反特勤隊是有這樣的能力隨時做出反應。你哋咧，較早前咧就喺呢度干犯咗香港法例599之嗰個群眾聚集，幫人多過拉人，因為好多市民係其實需要我哋警察去服務佢哋嘅。最終檢唔檢控咧，其實我哋都會係細心去審視，所以放心，到最終嘅結果一定係公平公正嘅。有任何困難可以隨時聯絡我，咁我會再同你諗辦法嘅。咁唔好嘅聲音，即係話俾我聽，我哋需要更加做好啲，用心去做一件事咧，市民係會知嘅。我咁大個仔未見過阿爸咁開心嘅。當佢剁完之後咧，就會變一粒發光發亮嘅寶石。